者翁子涵台北报道，37岁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近七年，当起单亲妈妈照顾两个儿子 Lucas 和 Quintus。 日前他在中国节目《女神的选择》和小九岁的台湾男星何孟怀扮演 CP， 因而传出假戏真做，今更爆出两人将结婚，引起网友热议。对此张柏芝稍早也发声明驳斥。事实上，张柏芝和何孟怀的绯闻早在去年就闹得沸沸扬扬，今在微博又重炒，指称两人将结婚。对于再婚消息，张柏芝透过工作室发声明表示，部分网络用户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恶意捏造并公然散播张柏芝大婚等不实消息，引发大量网络用户转发评论，给张柏芝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影响，并强调以为请律师处理，要网友停止再散布相关谣言。张柏芝独自照顾两个儿子，翻摄自 IG， 张柏芝发声明驳斥再婚消息，翻摄自张柏芝工作室微博。